宗教有办法解决这个生老病死这个问题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如来的正法是人生宇宙当中唯一的真实，一点都不虚假。修行一定要找到核心的问题，直下见性，省时省力快。有一个人讲啊，师父，我知道你讲的法特别好，可是啊，我看了你的楞严经、楞伽经啊，真的听不懂，真的太难了，听不懂啊。还有的人呢、来申请第一地第一集讲完了，我是来申请第一地，哎，第一地第二集讲完了，有人来文殊讲堂申请，讲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，慧律法师，我要申请第二义地。我刚才没讲到这里，是不是你讲的？是不是第一义地第三第二集啊？对对对对，哎，讲到了第一地第三集，有人来说，慧律法师，我要申请第三义地。我这个奇怪。我哪没讲过第三义地啊，我都没讲第一义地，不我靠，第三义地没有听过第三义地、我说你是不是申请第一地第三级啊？对对对，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了啊！我跟他讲不用申请了，连这个都摸不着啊，看回去也是看不懂，有看没有懂，很难。不过结一个善缘也不错。好，那后来跟你讲说，师父，那你能不能用一个比喻，让我在这个比喻当中了解楞严经跟楞伽经讲什么？说好，那底下这个比喻你就得注意听哦。不管出家在家，这个比喻啊，善说法者善于比喻啊。哎，知识丰富的人啊，善说话，会讲话，智慧高超的人呢、懂得听话。现在我这个比喻你要好好的听，你要今天呢两个半小时的这个比喻你要听得懂就 OK 了，回去就长伸两脚卧没事。好，我们呢西班牙的斗牛，在这诸位啊，你在电视上都看过西班牙的斗牛，对不对？西班牙我没去过啊，欧洲我有去过，西班牙没有去过。西班牙、葡萄牙啊，现在所讲的，因为佛讲的都是心法，那个斗牛士一定拿着那块布，那块布晃，叫做斗篷啊，斗篷。左边晃一晃，右边晃一晃，对不对？最后左边晃一晃，哎，拿了那一根啊，类似啊毛刺，刺到他的身体啊，那个斗牛士比喻做妄想心，你要注意我的比喻，妄想心。那个斗篷啊，比喻做因缘所生的假象，假象有妄想，那个人活着表示妄想，那个斗篷晃晃晃，这假象啊就一直存在。哎，手执的最后那个剑啊，那条牛是一定要死的了啊，拿着那一只手那个剑叫做我执我剑我相，法执法见法相，铸造于我执我见我相，就是那根剑；铸造于法执法见法相，就是斗牛士那根剑，随时会刺伤那头牛。最后铸造于空执空见空相，也会刺伤我们的法身慧命。好。
接下来，这牛啊有两种牛，一种叫做愚痴的牛，一种叫做智慧的牛。不会修行的，着相而修的，就是那一头笨牛。看到那个布啊，那看到那条布啊，那一头笨牛啊，就拼命往前冲，拼命往前冲，是不是？诸位，那个人没有倒下，那一块布一定拿着。妄心没有降服，假象就一直存在你的执着心里面。好，这头笨牛上场以后，一直冲那块布，那块布是假象啊。着相而求，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啊。所以不会修行的人，半夜起来念佛，半夜起来诵经，那个外面下大雪，穿着大衣也起来念佛，也起来诵经，这两种，有般若智慧的是对的。如果没开摩诃般若智慧的，一直念佛，一直诵经，问题解决没有？没有。念完佛烦恼，诵完经还是烦恼，你看得这么精进哦，就是这一头笨牛。这一头笨牛啊，就往那块布一直冲，你看，整场几个小时，他老是冲那块布，是不是？最后，那块布找一假象，找一假象。我们的生命一直减少，一直减少，一直减少啊！生命就像点香，出生就是死亡，迈向死亡的开始啊！我们的生命如果一炷香，出生就开始点香，到最后，你发现你走错路的时候，生命走到尽端了啊！所以那头牛啊，老是往那块布一直冲，结果刺到他的背后。一次两次三次，到最后用剑了，用剑了，要伤害那只牛。最后一剑，那就是所有你的执着，要是不放下，你修到临命中法身慧命一样不能解决。接下来换另外一头叫做智慧的牛，他知道这个那块布在晃啊，不是那一块布的问题，是那个人呢、啊？那个人呢、啊？比喻作妄想。我这头牛要冲下去啊，就一次就解决了，不要冲那一块布，也不必管他手拿什么剑要刺我，直接那头比较智慧的牛直接就往那个人呢、啊、冲下去，那个人就倒下去了，妄想降服了，倒下去，比喻作大波涅槃，妄想降服了。大波涅槃，记得你要选择那一头智慧的牛，才能根本解决啊问题。你一直冲那块布有什么用呢？你冲那个假象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在座诸位，一般人呐、啊，就看这个人精进念佛。这个人半夜都起来用功，认为这个叫做有修行，错。哪个人最有修行？了诸法如幻，如幻，我这辈子绝对不起贪心，名利以我如浮云，看透了世间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啊！所以我们众生要带走那个能带走的东西。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个能带走，你修的功德能带走。我们现在就不一样，带不走的东西你就稍微放下，拿出去布施。房地产带不走啊，台币也带不走，人民币也带不走，美金也带不走啊，那个东西能带走吗？所以众生呢、啊，就是那头笨牛，一直执着这个世界，一直执着这个世间啊，是不是啊？一到临命这种时候，眼睛闭不上来，我还有几个人民币啊，还没花，眼睛闭不上来，这个就不聪明的牛，不聪明的牛。
快乐从懂得分享，快乐从懂得分享。所以我就是那头有智慧的鸟，我收到台币立刻转化成智慧的法宝，收到人民币右手来左手了，赶快让它出去。为什么？这个带得走啊，这个人民币带不走啊。哎，我要带走那个能带走的东西，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个带得走啊。那些东西你带不走，带不走，你这忙什么呢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世间人啊，就是忙于那个带不走的东西。我们出家人或者是有智慧的就般若的居士，要带走那个能带走的东西。哎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比喻啊。好，再恢复一下，因为这个比喻特重要啊。诸位，那个人就比喻妄心，妄心它就会显现那个假象。我们有妄心，就有执着这个假象。那个斗篷那块布啊，斗牛那块布就是假象，笨的牛就一直冲那个假象，不能解决问题。智慧的牛就往那个人冲，就倒下去了。所以修行从哪里下手？从降伏妄心。所以大智度里面有一句话经典啊，一个人有般若智慧的时候，要发愿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贪婪假象，我这一辈子冤亲平等，再也不起一念嗔恨之心，心中没有仇人。智慧的人没有敌人，你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根深蒂固的观念，那是你的敌人，而且那个敌人除不掉，除了你肯放下以外。有的人到死还恨一个人，对不对啊？发愿，我一辈子冤亲平等，接下来我一辈子时时刻刻以般若智慧为真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这个肉体是会毁坏的啊，摩诃般若的智法身慧命是不会败坏的。所以记者放下有限，你就会拥有无限。放下有限，就是你看到的凡所有相都是有限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食衣住行能随缘就随缘，你也不必去羡慕啊，什么那些歌星啊、影星啊，这些有钱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不需要，哎，完全不需要。那、你要羡慕什么呢？要羡慕佛陀的如来的正法，这个能让你得大自在、大解脱啊，大自在、大解脱。修行三种恒顺，除了降伏这颗妄心能证得大般涅槃以外，要讲讲比较具体一点的，具体一点的，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法的喜悦。修行三种恒顺，我告诉你呀、啊，这三种恒顺啊，做得好啊，你这辈子晚上啊躺下去、啊、都很好。睡觉安详是心灵最好的枕头，内心没有安详，没有知足，没有充满的智慧，你睡得再好的枕头你都睡不着。所以内心里面有般若智慧，懂得安详知足，那个就是最好的枕头啊。所以永远睡在最好的枕头上。底下三种特别的重要：一，你一定要恒顺众生，不要跟众生呢、啊、对着干。每一个人，什么叫众生？一定有自己的盲点，一定有自己的执着，在某一个时空里面，他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才会跟人家争吵嘛。所以在座诸位哦，你碰到众生，记住他一定有自己看不开的地方，放不下的地方。为什么就讲要恒顺众生？如果你第一点做不到，你会过着很辛苦的日子。如果大家不能恒顺一下宣传，那么出家人会吵架的呀。你有你的角度，他有他的角度啊，大家都是慈悲心啊，会吵架的。而且
格格不入。做善事也会吵架。行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以下出家人稍微注意听一下，上台上台下互动讲法才有意义。我等一下会叫你举手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出家人稍微注意听一下，这个跟僧团有关系的。有一个流浪汉，也算是窃贼啊，会偷人家东西的，因为没饭吃。后来来到一个寺庙，这个寺庙常常打禅期啊，想说，哎，这里有斋饭可以吃啊，我在外面呢特辛苦，因此啊，哎，反正假借出家人很简单嘛，哎，买一套衣服，没多少钱，他也跟人家穿上了，啊，因为来打禅期的人很多，哎。哎，他也跟人家混进去了，那打禅期，哎，一天两天了、但是那个以前的那个惯性意识、太强，因为那个贼啊做太久了，那个偷人家东西啊偷了太多次了，不偷手会痒，就有一天呢、他就手痒。真的没办法了，大家在禅堂里面啊，禅期在参，哎、果子有没有佛性，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是什么，这个啊，无赖汉呢、穿着出家衣服，假的，算是假的了，去偷人家东西，这禅期结束以后，哎，就发现这个法师少了这个东西，那个法师少了东西，哎，大家就开始在注意了。好，第一期打完了，那再打第二期，又掉东西，哇，这个僧团开始注意了，这个出家人这佛的戒律不偷盗，怎么可能现出家相会去偷人家的东西呢？哦。后来有一次，大家也开始注意了，哎，抓到这个无赖汉呢，假的和尚啊，抓到了，哇，这一群的这个法师是持戒律的，是研究戒律的，专攻戒律的，来做僧结盟，哎。怎么样？去病就是赶出去了，你不够资格，在这个僧团里面。他真的假的？他大家也不知道了，从哪来也不知道了，啊，穿个出家衣服就混进来了。好，然后就跟这个大悟的禅师啊，就说了他的住持啊，说师父，这个人啊偷人家东西。犯了重戒，驱病，我们僧团开会了。师父，你怎么着？你有什么决定吗？那师父说：“哎，去，走，哎，我会处理啊，走。”哎，这些持戒律的人呢、对师父开始反感。我这个上人呢、是非莫辨呢、这佛制的戒律，杀盗淫妄就一定要驱病呢、偷了人家的钱还不驱病，那因为师父是大悟的圣人，然后啊，走，里面不要吵了。好，后来经过一个礼拜，这些徒弟啊受不了了，发火了。有徒弟啊发火了，这个师父是大悟的圣人，他不会发火了，哎，又来了。最后通牒跟上人讲，上人，你今天要不是把他驱病，我们所有这个僧团这些比丘通通要离开。
这个师父就被逼得没办法了，说好，那么就扣钟啊，整个僧团集合呗，啊，就扣钟，整个僧团就集合，就集合。这禅师啊，就跟他们讲，你们很幸运，跟着我出家，能守戒律，能明辨是非，身口意清净。他很可怜，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，连基本的品格都不懂，还做贼。我不包容他留在我的座下来教育他。你们要知道，菩萨不舍一个众生呢、啊，菩萨不舍一个众生呢、啊。那这样的众生出社会危害社会，我不把他留在身旁教育，对不起佛祖。然后这些法师就听到上人这样开示，好，这师父还里面有的持戒律的很硬的，就是说莫病驱病，这是佛制的戒律，我们还是要师父你做出抉择。那师父就说，你们懂道理，知道要持戒律，也了解佛的心，好吧，纵然你们所有的人通通要走，我也要留下这个贼留在身旁，好好的教育他，好好的改变他，因为佛的心不舍一个众生。好了，现在要出家人要投票了啊！你一定要投票，不能说、我不知道，不行，都要举手、好，如果你是那个僧团的法师，都有一票的决定权啊！赞成那一个做贼的犯佛的戒律的一定要去变的，这是佛制定的戒律的法师请举手，你支持这个理论的啊？没有，没有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哎，法师认为，哎呀，做贼吧，就是这个人非圣贤嘛，孰能无过？我们还是认同那个禅师的做法，慢慢的感化，慢慢的教育。你支持这个的，请举手。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台湾这个大圣国度啊，真是大慈大悲啊！啊，然后哎，我们要问问慧律法师来，那你的决定怎么样？说说看，我比较没意见，我这个墙头草两边倒，看人多人少。哎，要人多的叫他走就叫他走，哎，要人少的话，大家留下来，那我也没什么意见，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啊。我要看情形啊，看情形，啊，这个不能选择，选择都是落入观念的哦，都不能选择哦，哎，佛教不是输跟赢，佛教是超越输跟赢，知道吧？哎，佛教的人生观不是输跟赢这个问题，对跟错这个问题，它是包容，绝对的原谅，绝对的原谅啊、大圣国度真了不起啊！接下来，所以刚刚讲。恒顺众生，就是说你要解脱，第一个，因为众生都有习气，稍微包容一下，给一点机会的第一点，你跟这个众生对杠，吃力不讨好啊，他有他的习气呀、他有他的执着呀、诸位，执着有九个层面呢、对不对？我执啊。啊，我见了我相啊，这三种执着，法执、法见、法相，六种执着，空执、空见、空相，九种执着，一般人很难断除的。所以我们给众生更大的包容，更大的包容啊，更大的包容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
你看我这个脸也知道我很硬的人。后来怎么有办法今天磨练到这样的，这就感谢我这些徒弟了。我现在给徒弟吼，我到无意见啦，你若好我就好啦。哦，没办法了，哎，没办法了啊，哎，所以这个做上人的人啊，还是慢慢磨练。不过我从20多岁来呀、啊，啊，也是很火爆的，慢慢磨到现在呀、啊，哎呀，慈眉善目啊，哎呀。搞了很久40年了、啊、哎呀真是啊，哎呀，所以这些我的徒弟是我的善知识啊，就有脾气我还没脾气啦，啊，啊，那不你也硬死了，你也硬死啊。好，第二个要叫恒顺如来的正法。什么叫做恒顺如来的正法？第一件，恒顺众生是度一般的众生，恒顺如来的正法是度有善根的众生。为什么要恒顺如来正法？如果你不 一步一脚印跟着如来正法，你会走错路的啊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等觉妙觉，一步一脚印的。但是十方三世界佛只有顿悟佛啊，没有见悟佛。诸位，没有离开因果的次第，不能成佛。因非因，缘非缘，果非果，回归当下是绝对的虚空。绝对的绝对就是佛性。什么叫做绝对的绝对？绝对这两个字是破除能所的第一谛。接下来连第一谛都不可以执着，叫做绝对中的绝对。连那个第一谛绝对通通要放下，没有语言，没有文字，这个就是真的第一谛。好，底下有一段能切经讲的特别的重要，我就简单用白话文来解释。大慧菩萨就问佛，是世尊，如来所说的第一谛是能言说语言文字为第一谛佛，为所言说的义理是第一谛佛啊。再讲一遍，大慧菩萨就问佛说，世尊，讲经说法能言说的语言，所言说的文字是第一谛吗？啊，接下来，那么语言文字所显的这个义理是第一谛吗？底下是佛陀的回答，说大慧，非能言说语言文字是第一谛，亦非所言说的义理是第一谛。第一谛者是如来自觉圣智亲证的境界。那你就知道了，这个是只有佛亲证到那个破除能所、破除无明，那个才是第一谛。第一谛又叫做经验第一谛，叫做实证第一谛，又叫做正量解脱第一谛。没有正量，就没有办法显示第一谛。所有的言说跟语言都是一种善巧方便，包括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恒顺如来的正法，你没有依据建立这个次第，众生容易走偏，最后连这个次第通通要放，通通要放。如果不放下次第，就像站在高山上。在座诸位啊，有一个人爬到最高最高的山的顶部，说我现在站在山的最高处，是宇宙的最高点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他的两个脚还要踩在最高点的那个点。一个修行人如果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可以为人师表，我真的了不起，我是最高的修行者，那就表示他的脚还站在有这样的法的执着里面，法的执着里面。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啊，就是
百尺竿头啊，还要纵身一跃。纵身一跃就是说连站的那个点都不可以，也就是说你想要大彻大悟，二六十中无所依，不依六根，言而鼻舌生意，不依六尘，色身香味触法，不依六识，能言心啊，所言境所幻化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分别，那个都不行。简单讲，如果你有沾到法的一边一点点法的执着，通通不是佛。因此释迦牟尼佛在楞伽经啊，我说法49年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字，这是绝对中的绝对。所以因此啊，在法师哈要互相勉励，在你要修行痛苦或者烦恼的时候，这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你的内心，你一定有某些东西割舍不下放不下，你才会烦恼。着境以为实，烦恼断不了。你误认为啊，这个世间是真实的啊，凡夫要断我执都很难。法师们呢、啊，还有护法居士修行，那个断那个法见、法的执着，很难的。所以现在八大宗派没有用佛的心修行的时候，他就会变成怎么样？我这个师父是对的，我这个师父是绝对对的。